Hi everyone, this is Annie 老师 and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Mandarin Time with Annie 老师。您好，我们今天要学在家里常见的物品，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要学哪些物品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电视机。电视机是什么形状？电视机是长方形。这是电视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水桶。水桶的用处是什么？我们用水桶收集水。这是水桶。你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钢笔。钢笔的用处是什么？我们可以用钢笔来写字。这是钢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计算器。计算器的用处是什么？我们用计算器来计算。这是计算器。你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照相机。我们用照相机做什么？我们用照相机来拍照。这是照相机。这是什么？这是放大镜。放大镜的用处是什么？放大镜可以围观物体放大。这是放大镜。你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雨伞。我们什么时候用雨伞？我们下雨的时候用雨伞。这是雨伞。这是什么？这是床。我们在床上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睡觉。这是床。这是什么？这是书柜。我们在书柜上能摆什么？我们在书柜上摆书。这是书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桌子。桌子的用处是什么？我们在桌子上看书、写字和画画。这是桌子。你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梳子。我们用梳子做什么？我们用梳子梳头发。这是梳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地球仪。地球仪上能看到什么？地球仪上能看到五洲四海。这是地球仪。这是什么？这是帐篷。帐篷是什么形状？帐篷是三角形。这是帐篷。这是什么？这是椅子。我们用椅子做什么？我们坐在椅子上。这是椅子。你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圆规。我们用圆规做什么？我们用圆规画完美的圆圈。这是圆规。这是什么？这是望远镜。望远镜的用处是什么？望远镜可以把遥远的物体放大。这是望远镜。这是电视机。电视机是长方形。这是水桶。我们用水桶收集水。这是钢笔。我们可以用钢笔来写字。这是计算器。我们用计算器来计算。这是照相机。我们用照相机来拍照。这是放大镜。放大镜可以微观物体放大。这是雨伞。我们下雨的时候用雨伞。这是床。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睡觉。这是书柜。我们在书柜上摆书。这是桌子。我们在桌子上看书、写字和画画。这是梳子。我们用梳子梳头发。这是地球仪。地球仪上能看到五洲四海。这是帐篷。帐篷是三角形。这是椅子。我们坐在椅子上。这是圆规。我们用圆规画完美的圆圈。这是望远镜。望远镜可以把遥远的物体放大。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leave a thumbs up if you enjoyed this activity. I'd really appreciate all your support if you can help me click subscribe so that you'll be updated for my upcoming videos. Kindly help me grow my channel as well by simply sharing this channel to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support and
This is Annie 老师 saying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